底下一句，六度是万恨，六度展开，就是菩萨无量无边的细心。啊，在佛经上通常讲，他讲有数字，84000细心。啊，这84000怎么说法呢？每一条都具足84000，布施84000，持戒84000，忍辱84000，乃至般若。啊，每一个科目展开都是84000细心。而且84000心像一个网络一样，互相重叠。啊，任何一点它的频率都周边法界，同样一个道理，任何一点它能够接收啊法界所有的信息，电脑不能比，要跟这个那电脑是差太远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真的了啊！我们今天虽然没证得啊，这是因为在大乘教里面长时期的熏习，我们熟悉了，我们能理解，能相信，不怀疑了。啊，从今之后依教修行，用什么方法修行？一句佛号，你才相信一句佛号管用。一句佛号具足一切法，啊，六波罗蜜通通在其中啊，一法都不漏啊。啊，一句名号圆满具足。我们的修学找到了方法。